好，这个是我把 S3 Extend 的安装过程，把它写成句子。它安装过程动作蛮多的。第一个，它要 Python 3.7以上，要很多套件。那做了一连串的动作，我把它整理成句子。那它的 source code 在 GitHub 上面，大家可以看。那下面也有说明安装。如果你的系统是其他系统，包括 Windows、Mac，好，怎么装要详细来看这一下。那它的 Scratch 3的积木在这里，按加以后，我们会看到有 Arduino、Raspberry Pi 还有 ESP8266 它的积木。那你必须先把 S3 Extend 的这个装起来。那才可以进行连线动作。好，那我们就来进行安装。我们要执行的是这一个安装程式，好，安装程式。那我们就执行点底下的 S3 install。那版本需要 Python 3.7.4、3.7以上。那 Ubuntu 18.04、13.6.8。所以我们要把 Python 升级，这时候这里输入速度密码，那它就会进行一连串的安装动作。目前在安装需要的套件，套件装完，它会下载 Python 3.7.4，然后再解压缩再安装。那目前我测到的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装起来比较错误会比较少。曾经用过 apt-get 的 apt-install 的方式把 Python 3.7装起来，不过跑起来还是怪怪的，所以放弃了用 apt-install 的方式来装。那用下载Python 3.7.4解压缩再装的话，安装的速度会慢一点，安装的过程会久一点。那但是它装一次就好了，执行上就没什么问题。好，那顺便解释一下，那如果我们有三个板子，刚才讲的，如果你在这边执行，我要三个板子。那装完之后，它有三支指令，一个叫 S3A 是 for Arduino，一个是 S3E，这个是 for ESP8266，另外一个是 S3R for Raspberry Pi。好，这样子就可以使一样就可以使用。那为了避免大家再记这么多指令，所以我自己在写了一个 context 程式，就会方便大家去选，方便大家去选，直接用指定的方式，用图形界面的方式让大家去选，你想要连的是哪一块板子就可以了。好，那目前还在做 configure 的动作。那 Python 3.7.4安装会比较久一点。如果 Python 3.7.4有装完，你就如果都 OK 的话，你可以选择不要装，跳过去，那安装过程就会快很多。因为这个算是扩充积木，好，在这里的这个扩充积木，所以我们
这个是可以适合本地端连线，也就是说，我们把 Arduino、ESP8266 跟 RedCircuit Pi 他们使用，它不再需使用 WiFi 在连线或者是蓝牙在连，它这里直接使用 USB 连线，方便大家在教学上直接离线的方式在做。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把这边的，它也有一个 Scratch 3离线版的 VM 哈，Scratch VM 它有释出，你可以下载下来变成离线版的 Scratch 3，好，这样来使用，方便大家教学来上面来用。好，Python 3.7.4装完了。装完，接下来我们再下载 S3 Extend，然后进行安装。这样应该装完了。这个是套件装完，正在安装 S3 Extend。好，安装完成了。安装完成了，你就会多了 S3A、S3E、S3R 的指令。那方便大家去选的话，就不用再去记这一个，那你就可以执行这一个句子。你选择你是 Arduino 还是这个，还是这个本子就可以了。好，选择我要执行 Arduino 的本子。好，那这边就告诉你你的连线的地方像 USB 零，然后连线的数字，它开在9000 port，好，这样就连线完。连线完，你回到这一个程式里面，那你选择这一个 Arduino 板子。那我们先回来，我们先把语系改一下，它会直接有中文，繁体中文加进来。我们选这一块板子，它就直接是中文积木，那你就可以拉出脚位。比方说，我要让13号的灯脚位灯亮，我们再把它拉出来。13号脚位的灯熄掉，一个零，一个一，一是亮。然后事件起来，控制中间停一下，然后让它重复亮着，简单执行这样子。那我们的程式就会，积木 Arduino 程式它就会照着亮灯，好，它就会亮灯，一亮一灭，好，这样就完成我们的操作控制。简单把这安装过程把它录影录起来，方便大家去看一下怎么去操作。